看云林这边的当地人一直在努力，那我们在中央也要给他们打气。那今天当然是那个议会，他们要通过，我希望他们会通过这个条例那个就是不烧那个生煤跟那个石油焦，那我们就来这边用努力，希望云林可以做全台湾的一个典范。那张家俊立委能不能也签上面一下？对，同款，我是全力支持啦。是指今仔日开会啦吼，阮会来要求变革事情啦吼。希望今仔日会当上这个法案吼，伫今仔日就啊做着结束。以后咱就啊全国的全民来监督法务，就这项工作爱落实做好啦。阮会全力支持吼，阮会议员，拜托讲吼，今天就是做成事实，谢谢。迄个主席各议员吼，咱是大会已经完成啦吼，咱若要进入三大会，必须讲爱经过大会半数以上的同意啦吼，是毋是请主席征求咱大会意见，是毋是咱继续要进行三大会？以上。咱即马二读会已经通过了吼，再征求各位同仁的意见啦吼，咱进入三读会，各位议员、同仁、交副议长安尼有意见无？无意见，咱就进入三读会了吼。请议事组，无论关于工商、商场禁止使用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条例，以制定条文第一条，为减少事业排放空气污染物，维护国民健康，以提升生活品质。特制定本自治条例，第二条，本自治条例主管机关为昆明县政府，以下简称昆府。第三条，昆明县辖内使用生煤及石油焦为燃料之工商、厂场固定污染源，自本自治条例实行日起一年后，不得使用石油焦，两年后不得使用生煤。第四条，本自治条例实行日起啊。本府不再核发固定污染源生煤及石油焦使用许可证，法律以下简称许可证，以核发于有效期限内之许可证不受征调限制。有效期间届止者，得于征调期限内等人士。第五条，本自治条例自公布日实行。以上，请主席征求大家意见哈。以上。各位议员同仁。都针对议所主任所弄通的，安尼有意见无？若无意见，咱就三读会通过啦吼。永伯啊，你讲万年过的时阵，你浪费了这么多的社会资源，你要安怎如何自处，或者是要求来追究我的责任？我想大家到底花相当的时间，各位可能应该也可以了解，我绝对不是一个这个见面。权位之徒了，哦，这条路真艰难，我会继续过来行，要来克服真侪困难，我嘛会当达成目标，但是总是不能够半途而废，请大家给我鼓励，给我时间，我会来努力。如果努力拿无一个结果，你尽量做含什么样子拢赶快，那我会自我了断。他通过之后，可能就马上会面临说跟中央的这个法令的问题哈。那我想站在云林县民，站在所有民众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基础之下帮他们争取这个健康的基础之下，未来也会配合县议会支持
在中央支持李县长跟这个经济部的这个如果有宪法的这个法庭的话，我也会全力的来支持。现在议会已经过了，那县长他自己现在有提到说，他不惜打宪法官司，也要让自治条例可以在中央过关。毕竟当初能源局有出来说，这个可能违反到中央的能源政策。那既然议会今天已经全部都那么支持的话，就是我们民众加上议会的力量，共同去支持县长去打这一个宪法官司。对，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那第二是，这条例过关之后，我们要怎么去监督县政，能够去落实到整个空气污染的整个过程。对，这个是我们之后这两个非常重要要做的事情。